一年望去人山人海，海里满满都是人。大人小孩卷起酷袖玩下腰，人手一个水桶泡在水里，伸手摸蛤蜊。玩什么？跟大家蛤蜊。又来抓蛤蜊了，今天玩水啦，就叫我们阿甘塞口啊。边摸蛤蜊也边玩水，大人小孩都玩翻天。台南七股海鲜节终于在九号回归，随行的摸文蛤体验，今年已共办了四场，每一场都有3500个名额。不过四场预约都早就爆满。去年特别加开，去年两场，今年变4场。 去年1500，我现在变3500。哇，那是您挖的吗？现场挤满3500人，一同下水摸蛤蜊。小女孩一下就挖满半桶，拿着战利品超有成就感。虽然顶着大太阳，民众依然卯足全力开挖。现场大孩大朋友小朋友大家都很开心，所以我们希望说大家来七股来海吃海鲜，来挖这个啊恰吹啊哈，还是文蛤都有。 希望大家一起来哦！疫情趋缓，但还是得戴口罩。一年一次下水摸蛤，大人小孩玩超嗨，挖完的蛤蜊也能统统带回家。蓝天白云还能玩水挖蛤蜊，满满人潮，可见真的闷坏了。记者赖冠璋、罗彩瑶台南报道。 旺旺水神，还有我们下看到这一台一直在喷烟的这个叫做旺旺水神雾化器，哪里买呢？可以到快点购的平台来购买。好，同时呢，现在中天的观众友好康哦，你上快点购买雾化器会送水神，也推荐大家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CTR588，可以有相关的折扣优惠。